一曲《茶香白云飘》啊，好久都不弹的了，伴奏都找不着了，你说这玩意儿啊，我都给隐藏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我们直播间的每一位哈，我跟无双，我们俩一人再弹一首曲子哈，来，无双。好，半山老师这个曲子弹的让人很心静啊，好，很舒服，对，很放松。心弹琴啊，就是弹的一种。琴弦就是心声，谢谢大家。绿萝姐姐，我给你也上了个管理员啊，每天绿萝姐姐都来捧场，真的很感动。好，半山老师，我们来一曲《偏偏相思》，赋予谁？好。送给我们两边直播间家人们，谢谢大家。
片片相思赋予谁，送给我们两边直播间的家人们。哇，谢谢我们 Wonderful 姐姐，感谢无常哥哥，谢谢可以姐姐，感谢原来姐姐，谢谢毛毛虫，谢谢所有无双家人们辛苦了，感谢家人们的点赞。巴山老师，片片相思赋予谁，到底是赋给谁啊？心上人啊。来，我们再来一首。好，别激动，喝点水。不是，我是哪年拜师的呀？你们谁还记得我哪年拜师的吗？我这填表不会填，我跟你说，哎呦，前年还是去年？前年不是去年，前年还是大前年，我忘了哪年了，那我忘了。你们谁能给我算一下啊？我先弹个曲儿啊。你们先给我算一下啊。感谢可以姐姐、雨燕姐姐所有无数家人在微博上点赞、掌声，谢谢大家。多喝水，好的，妈妈姐姐。当时欢迎华灯初上。就想填表了，非常好听，这首曲子弹得非常好听，班长老师，嗯，家人们掌声走一步，一人一颗小星星走一步啊！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感谢可以姐姐灯牌，谢谢花梦姐姐的红包，点点关注，加个灯牌，谢谢家人们的点赞啊！
一曲《云水禅心》带给大家，谢谢我们双方直播间的所有的家人，感谢无双，感谢我们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，谢谢大家的助力，谢谢大家的捧场啊！这个我是8点钟上来的，基本上10点钟，我咱俩一连就1多小时，是，哎呀，我就跟有的人都烦了都哈。哪有？我们家人说半山老师弹琴啊，那叫一个，叫怡然自得，这个心境啊就不一样，就是古琴好学吗？听到半山老师弹古琴，我都想学古琴了。好多家长评论，真这么说的吗？没说，这俩头儿挺怪的哈。那说明半山老师有这个，不是人云亦云，他有自己的特色，就像我似的，天天戴个黑帽子，天天不男不女的，特别的怪，那就是我的特色，抖音独一无二。就是、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哈、所以说不一样。感谢，所以说谢谢大家啊，谢谢我们直播间的每一位。其实只要不骂街都能留得住啊，骂街的就保不齐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人就这样啊。嗯、谢谢谢谢所有人啊。行了，那你玩吧，我差不多了啊。好，我得把表填了。我刚才我这脑子里这前半段，想着表哪年的那个忘了，对吧？赶紧填了，老爷子等着要呢。好，来，白山老师。行，那我走了啊，武双，谢谢。白山老师辛苦了，拜拜。拜拜拜拜拜。白山老师家人们拜拜。谢谢大家，哇，今天真的好太多了，好太多了，要不然到这个时候啊，跟昨天差不多，那我今天状态好太多了。谢谢我们这么多姐姐哥哥们心疼无双，担心无双，真的，昨天我哭了一宿，没反应过来，真的压力太大了。我嘴上说靠的是心态，对吧？这个没事没事的。想着想着眼泪止不住往下掉呀，想着想着心里承受不了吧，啊，扛不住。谢谢奥姆姐姐还特意给我发信息，谢谢 Wonderful 姐姐，感谢无常哥，是真的是真的，我今天早上起来眼睛都是肿的。感谢大帅哥，谢谢竹溪人家哥，谢谢 A 哥，谢谢海风哥，谢谢可以姐姐，谢谢香墨姐姐，谢谢家们让你们担心了，谢谢梦婷姐姐，谢谢龙，谢谢时尚姐姐，凤凰姐姐，原来姐姐，风哥，蝶舞沉香，深海的鱼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哎呀，今天的状态真的好太多了，而且要不是这么你一曲我一曲，你一曲我一曲的来，我今天晚上其实还是没什么体力弹琴，要不然我今天白天一定会开播的。为什么没有开播？是因为我弹不动，播不动。如果我的体力扛不住，如果我的状态不是太好，我情愿不开播。因为开播的话，整场直播的状态是尤为的重要，会影响下一场直播的。平常心是真心。好，谢谢平常哥。家人们，那我们来一曲《云水禅心》。献给我们榜上所有男神女神们，谢谢你们的暖心的守护，谢谢家人们的不离不弃啊！我戴的这个透明色的这个尼龙指甲，家人们感觉怎么样？这些指甲只要几十块，慢慢来。好的，无常哥，这个指甲跟我之前戴的那个 DM 戴帽的不一样，那个要1000左右，这个只要几十块。青音色怎么样？戴这个是尼龙指甲，觉得好听吗？可不好听啊！云水禅心送大家古筝版的。就是连麦的话不累，可以增加人气。对对对对对，是的，丽姐姐，是的。这样的连麦你一曲我一曲是可以增加人气的，流量一直能保持住。
与兮，人与白云栖。风吹山林兮，月照花影移。感谢山水哥，谢谢大帅哥，感谢家人们的支持，感谢二梦姐姐，谢谢 Wonderful 哥姐姐。哇哦，太开心了！这个无双啊，有的时候说心理承受能力是可以的，有的时候啊，我自己也是莫名其妙的，心里受不了，受不了我就会眼泪不止的流，不停的掉，我就会反思自己做哪里做的不好吗？我在想，是我弹琴弹的不好吗？丫头好棒，山水先笑，山水哥你听完一曲再走吧。然后今天早上起来，我的天哪，两个眼睛肿的吓我一跳，所以我白天也没有开播，我是怕我状态不好，眼睛也很肿，不敢开。有的时候我甚至会有点恐惧开播，为什么呢？小女生情节，我两个，对呀、啊，当你流量少的时候，人家会不愿意跟你连麦；当你流量少的时候，你的心理承受能力，如果一天两天是可以，一直连着三四天、四五天会有点受不了。人都是这样，崩溃就在那一瞬间。是的，就崩溃就那一瞬间。哦，山水哥怎么了？山水哥昨天晚上哭了，凌晨嘛，一直在哭。我的流量差了，我就人气少了，我就受不了，我就会自我怀疑。家们，你们别看我这么霸气的啊、哦，那个穿个黑锦衣卫的衣服，现在眼睛很好，嗯、哦，休息了一下，我没开播。然后穿黑色锦衣卫衣服很霸气，一副霸气凛然的那种感觉。实际上我是小女生心理，说平常心，谁能做到吗？对的，大帅哥，谢谢大帅哥，现在眼睛依旧那么漂亮，真的，早上起来像肿的不成样子了，现在还 OK 哦。当人不到时时，你还是不要忘初心。嗯，好的，无常哥，谢谢夏沫姐姐。哎，山水哥，你听完一曲再去忙呗。我今天都没来得及给大家弹曲，我见过几个人的直播间，真的，二萌姐姐，谢谢二萌姐姐，太暖心了。还有 Wonderful 姐姐，还有我们绿萝姐姐，无常哥，大帅哥关注你了，谢谢你。大帅哥，你是不是又改名字了呀？谢谢无常哥，谢海风哥，谢可以姐姐。菩提童子，主播是哪里人？主播是江苏人。来一曲问佛吧，好不好，家们？也送给我们山水哥，他马上要走，坚守你就赢了，是吧，无常哥？好，坚守我就赢了。感谢无常哥这么美的风筝，没有啊？哦，那我看错了。欢迎大帅哥，我关注你了。晚清古装真迷人，妈哟，好多人说期待我穿女装，实际上我女装的装扮估计还不如这个好看。相信我吗？来一曲问佛送给山水哥，感谢这么美这么暖心的守护，也感谢我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。聪明哥刚才估计忙去了，他你又来了你又来了。问佛家们，咱们明天12点开播。聪明哥你来了呀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聪明哥，聪明哥你是来看我眼睛的还是来听到我说聪明哥你正好进来呀？12点 OK， 明天中午12点继续开播啊。
山水歌，感谢家们，好美啊，这个留言。谢谢我们山水哥，感谢二梦姐姐，谢谢 Wonderful， 感谢 Wonderful 姐姐，谢谢香墨姐姐，原来姐姐，欢迎博爱哥，感谢绿萝姐姐，大帅哥，谢谢无常吉常，谢谢可以可以姐姐，谢谢 A 哥，谢谢海风哥，谢谢家们好听，谢谢姑娘你最棒，谢谢山水哥。山水哥，你要不要听我弹完一曲《半山听雨再走》啊？我们傲梦姐姐特别喜欢听这一首古筝版的《半山听雨》。谢谢毛毛虫姐姐，感谢毛毛虫姐姐。对，我去换一把琴，弹一曲《半山听雨》。姐妹们想听吗？想听我们扣一波掌声好吗？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嗯，《半山听雨》，这哪里的陈乔恩？我长得像陈乔恩吗？聪明哥在哪儿呢？聪明哥，上面小黄星有免费人气票，加盟一送一波。不不不，要谈的，我是专门开播之前调好了的 F 调，专门今天我知道二梦姐姐想听半山听，王道夫姐姐想听什么曲啊？加盟我去换一把琴啊，明天中午12点左右我们开播啊。山水哥，你听我把这首曲子弹完，半山听雨应该没我听我弹过。聪明哥隐身了，我就感觉他肯定是隐身了，还有事儿，下次来看你。好的好的，山水哥，那你先去忙啊，加们扣一波，感谢山水哥，你先去忙。好好好，不能耽误山水哥的事儿。双眼最迷人，人美曲好听，真的吗？ Wonderful 姐姐应该不在直播间，我也隐身的哦，应该是忙去了。好的，阿木姐姐，谢谢山水哥。我喝的是什么？喝的是那个叫罗汉果。嗯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换个琴啊。今天我直播间放了电风扇，要不然我今天得热疯了。我们这边今天最高温度33度了，罗汉果好啊，嗯，还放的那个红枣枸杞，甜甜的感觉。家
们有没有发现我换了一把凳子，换了一个凳子，因为之前的那个凳子吧坐的不舒服，比较硬，然后比较矮，因为我现在换了一个古筝架子比较高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什么凳呢，买了一个钢琴凳。能看出来我换的是黑色的钢琴凳吗？就折叠的那种，可以调节高度的。之前的古筝凳呢，它是固定的，只有48厘米吧，这可以调到50厘米，给大家青色短袖。哦，是吧？对，我们今天这边特别热，我都看电风扇了，要不然我太热了。半山听雨啊，我先把音调一下，再调一下，精准一点。噔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拿不出来。家们，我这个几十块钱的尼龙指甲的音色可以吗？我们这边晚上还热，我们今天33度，热死我了，真的。不开电风扇我扛不住的。可以的，好的，毛毛虫姐姐。我今天的状态是不是要比昨天好一点，家人们？昨天力气也没有，这心情也没有，状态也不好。我把音调一下啊。听不出来那个指甲的区别哦，这个指甲比较软一些些，因为它是尼龙的嘛，还挺好用的感觉。因为之前雪梅老师他也推荐我用过，他说虽然这个指甲便宜，但是用起来挺好用的。然后我就用了一下，试了，尝试了一下，确实挺不错的。我这个买了79，便宜吧，家们，79，一副，八个指甲，因为我左手没带。昨天我怎么没找着你啊？昨天我下播早，姐姐。专注力很好，怪不得我以为你又去换琴弦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昨天我心情不是太好。家们，我把指甲再重新绑一下啊。咋不连老刘了？因为我人气比较低，我不好意思连他，现在流量比较低，我不好意思连他。其实我是很爱面子的。定力很好，是吧？影，你是哥哥还是姐姐？哎，我的手指痛死了，真的。谢谢可以姐姐一直在帮我扣屏啊，辛苦了。知足常乐，美人。哪里看出来我是美人了？谁给我发信息？我看一下啊。他很喜欢跟你聊天的，真的。好，白天试试看啊。白天吧，明天白天我试试看，因为现在我人气太低了，我不好意思连过去。给家们弹弹曲挺好的，一直帮我，刚才在连麦的时候一直家们在守护我，太辛苦了。咱们今天现在就开始弹弹曲啊，对吧？这样比较轻松一点，不
能神经一直在紧绷的。半山听雨，送给我二梦姐姐，也送给我们直播间家人。Thank you.
世荣华不如半生听雨，弹错了几个音，对不起啊家们，好二的弹错了几个音，对不起，送给我二梦姐姐的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不完美的地方就是我弹错了，没有没有，李姐姐不敢当不敢当。想听绿眼仙踪吗家人们？待会儿你开心就好。谢谢二梦姐姐，感谢刘星宇，谢谢梦梦梦婷姐姐，谢谢丽姐姐，丽姐姐没有，不敢当不敢当的，各有对各有各的特色，我们听不出来。谢谢在读姐姐。噔噔噔，还有一首曲子叫心如止水，女儿情，无常哥 Wonderful 姐姐，你们想听什么曲你们点个曲，感谢家们的支持啊，你们想听什么曲点个曲呗。我喝一口水吧，五十年以后我一弹人就掉没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海拉木老师的五年以十年后一弹就掉人。孟江南想听吗？半壶山想听吗？孟江南半壶山想听吗？ Wonderful 姐姐想听有生之恋。好的，必须安排上。姐姐那你等我一下啊，有生之恋。我去换一把琴。欢迎猫姐。其实我换琴的同时啊，也是起来活动活动的时候，因为坐在这里啊很酸，时间坐久了会不舒服，我想打喷嚏，我的天哪。没打出来，我去换一把琴，家们等我一下。边听曲边把我们的赞赞点一点啊，无常哥你想听什么曲跟我说说啊，公屏上留言给我。有生之恋，直播间招呼大家加灯牌点赞。